当我对媳妇儿闺蜜感兴趣。一会儿把吴收拾收拾，我闺蜜要来吃饭。你闺蜜是不是上回那个一米七七大长腿，然后腿到你脖子，然后上回来这个染个小黄头发，哎，耳坠那样式的，然后美甲做个粉的，可好看了，是不是那个？然后她上回脚是想做个什么色儿的，我忘了，是不是那个？是。媳妇儿，等我换套衣服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这俩衣服我是穿这个红的呢，还是穿的白的呢？那别穿得了呗。哎，对，我帮我穿那新买那个背心穿上，显得我身材好。哎，媳妇，你说他咋来呢？用不用我开车去接他呀？我开车去接他，你搁家待，我自己去旅行。咱家车四个座，你坐不下。我坐不下。哎，然后他是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他是喜欢小奶狗还是喜欢小狼狗？我用不用狼一点的媳妇啊？哎，别来了。不是，怎么别让他来？我家装修呢。叫他来吃午饭。没有时间。媳妇，你别。这是什么？气球啊。我松手，他能不能飞走？飞走了。这是什么？还是气球啊？我松手，它飞走了吗？没有啊。这说明什么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物理吗？这不，这他妈说明你他妈别天天气我，要不然我的气球也飞走了。你要跳楼啊？结婚前，宝贝儿，你快看看这个。哎呀，讨厌死了，让人家看这种东西呢。快看看，多学学多好啊！我不看。啊！我不看。两年后，几点了还搁这看呢？睡觉不？不让我吃猪肉，还不让我看猪跑了。没人管你。来，起看。我不想看。看。那没啥事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你记得要负责哦。嗯。昨天晚上不是你让我在这住的吗？哎，我不管，反正你下班那也是要负责的。行，我去坐牢。